谢谢大家睡了，昨天睡了十小时，开始直播。哦，现在是要改成这样子的哦，麻烦哦。喂喂喂，一二三一二三。哎呦！啊！有哈 ，OK。我知道现在要怎么开台了啦，气死！要多一道程序，好。哎呦，谢谢珍惜的25颗星星，感谢感谢。下午好。我应该把这个世界名字改一下，耐不住世界，不耐不住世界啊，耐不住寂寞，这样不是更寂寞吗？昨天做完烽火台就直接睡死了，什么都没有做到，唉。应该还等个夜妹的吼。呜呼。还没睡，刚好看到开台，那你应该不要去睡啊，你就放着声音去睡啊。哎呦，哎秀秀，那你要设你闹钟设5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精华有你的，有你的成分在，你今天5点一定要到场，因为今天有你，你是特别来宾。再好看一下哦，绿茶牛奶安安 ，NGBING， 安安，珍惜安安，一同安安。我昨天有看到你打字啊，什么终于拿到？欸，是你吗？还是谁？什么终于拿到头号粉丝吗？然后凯欣安安，秀安安，飞翔安安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好可爱，还好想带回家干那个啊？它很漂亮，想带回家干，有印象吗？有吧？你一定有印象的，你不可能没印象啊！你看，抓到僵尸了，这就是我的策略。我本来铁巨人塔也是要这样子抓僵尸的，结果就在盖那个。鹰架的时候，僵尸直接升在上面，我就直接隐去那个隐去这。你看这个穿金装的，你为什么要剪进去啊？我不是跟你讲说这个要拿来剪精华吗？我怎么可能不剪进去？就跟你讲，跟我开台玩要注意延迟哈，会被我剪进去。你那边不听。然后又怪说为什么要剪进去？这边下雨了，海龟，剩一头哎，另外一头到底去哪里了？可恶，5:15要开会，有机会看不完影片的。不用担心，扣掉前面2分钟。2分钟首播的时间嘛，那你还有13分钟啊！我精华都是抓在10分钟左右，所以你应该是看得完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铁巨人塔不是，不神怪塔，神怪塔还是要那个地狱啊，因为我地狱的那个，我们地狱还没有弄好。我下次要按键发话，
有人按键发会更慢哦，贝贝安安。好啦，你不要再用十块钱、十块十颗星星、十颗星星打我了。A K O A D 安安。阿、啊、阿卡吗？李阿卡也不是念了、啊。好，现在做，我们去地狱玩吧。那需要建材，建材那边有。那我们需要就是，我昨天忘记打开挂网了，你看没有铁，完全没有铁，完全没有铁。一个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宝贝。今天刚刚去全家的时候听到这首歌。送你啊！好啦，我帮你挂台，要回去睡觉了。好，记得设闹钟哦。晚安。今晚没看到你的话，你会完蛋哦。没看到你的话，我就把抖星星的声音变成干了哦，你的干哦。好，我们约好了哦。哦，叫你杯面哦，我的名字有够难念，真的。好好好，杯面，我尽量记。庄安安，好啦，一个叫杯面，一个叫庄，好，记得记得。如果我早点发现这个方法，我就昨天不会那么累了。然后昨天就是处在崩溃跟没崩溃之间嘛，薛丁格的崩溃。就想说就这样子啊，为什么？没错啊，串流买也用对了啊，啊金钥也用对了 啊怎么就是开不了台？然后昨天很像，我就是真的很像电脑中毒，然后瘫在那个主机前面，都快抱着头，然后崩溃了。我说为什么没有？只跟你约好了，我们要睡觉。我没有，我睡觉了哦，我没有，我睡觉了。啊，我就讲了啦，如果你没出现，我就把那个剪进去啦。后来我发现有人是会这个放地板门嘛，是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头顶着这样跑很快，啊，有人是放按钮，按钮上面不会升怪是不是？我想说不升怪，那直接放铁轨不更快？哇，安德哎。嗨，其实这个凋零骷髅的升怪塔其实有点已经完美了，就只差在不能自动化，因为我懒得盖，懒得盖。我原本估计啊，我忘记带吃的，我原本估计我填地狱会填两个礼拜，不两个礼拜啊，一个礼拜。啊，没那么夸张、啊。这边要不要也填一下、啊，不然影响生成。下午午休挂台睡觉了，好、啊，下午好。哦，还有，我要挖点，我不打火机，没打火机啊、哦。因为就是怕小鸡骑士嘛，那小鸡骑士下去不会死。所以会影响生成。然后我们就只能，那怎么办啊？对啊，就是会影响哦，四个肉哎，天啊，掠夺三好用。哦，我的铁巨人是不是死掉了、啊？波西有看到地狱新的新音效吗？什么新音效？什么时候更新的版本？昨天吗？昨天的话应该是还没看啊。啊，如果是最近的话，
我在讲什么？我怎么把绿宝石带在身上啊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带一堆东西在身上？打喷嚏哦，打喷嚏，打喷嚏！啊靠！干，好难听哦！啊啾！环境音效、喔、没有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总有一天会面对到的啊。而且音效还是音乐啊，音乐的话我没差、啊，因为我音乐我都是关起来，长期关音乐。打架打架，射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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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好。空余安安。有啦，现在你抓子给我下去哦、喔，你抓子给我下去哦、喔。给我你，哎咻！好，我们要往上叠了。然后往上叠的话啊，方块没拿。类似洞窟音效，那我当然是不开啊。有时候洞窟音效很长又很吵、欸。地狱钻，好啦，只剩地狱钻可以用了，没有地狱石。咦，其实这个已经比新大陆的那个深怪平台还要好，因为新大陆那时候的深怪平台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凋零的效果，我想说我就把全部都填一个长廊嘛，就从这边叠到那边，全都是就这样补过去的。然后一来这样子租人也会升很多，然后二来就是明明那边不会升怪，我还这样子盖，就会影响到升的效率。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很完美了，就只差在没有自动化而已。每次只要被摸到一下，我就算了啦，不躲了，不躲了，不躲了，躲啥回？还是会受伤啊，干嘛躲？那再来就是这个了，龙岩史莱姆，真的很烦，不喜欢他，不爱。这次的蛮恐怖的，不是恐怖是可以，就是不要突然那种太大声，你知道吗？很多音效都会吓人，都是因为太大声。哦，许成伟安安，刚没有按到。那再来，我们不要被凋零骷髅给吸引走，我们先往上挖吧。这样子。我们先盖一下好了。那个，一，啊这边啊，这边为中心，一，没对称。五个，三、五、七、九，几个了？一二三四，好，一二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。不对，这样这样，这样这样。
应该够吧？我记得一个烽火台是要一组，两组再多一些些啊。那、啊、现在我要盖的是连在一起。哎呦 ，OK， 然后这是第二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然后第三座，一二三四，不够，然后再回去拿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应该还有带一些吧？我播个歌，没有歌，好，好空虚哦，这里。二七个应该有吧。一直有一个宝贝。最好每次都这样子哦。完美！然后这边还差一个，这样子。然后再就是往上盖啦，哎，其实过往挂在上面好像也不是不行，哎，只是他从那边也生怪了、啊。哇，原来补那么多了、哦。看一下哦，这个位置。波哥，波哥，通了通了通了，那这个嘞，这个也通了，那这个里面有东西挡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想办法挖掉那里面的东西。这怎么挖啊？感觉是死的啊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挖不到啊，这里面死的啦。嗯，喵喵，等一下哦，那可以改挖这边吗？对，这颗挖不到，难怪我之前用不了。哇塞！吓死我的妈！啊，轻盈 OP。来调整看看哈，先来个挖掘加速二，然后
那所以这边不行的话，是要往隔壁这边拓呢？怎么样？多少？一二三。这边透不了光，这颗死心的。我也是要在我，要叫我在地狱炸鸡眼吧，我还不想炸欸，看还那么高，最好应该就是这个了，一二七。看看这个啦，如果这一柱，这个的，现在我挖的这一柱，如果。也是透不了光的话，我再改。因为如果要炸鸡眼的话，我要 TNT 啊。可以耶，那就。就只能三个了，那第四个我之后再来炸吧。来重盖，这个改力量二，那这个改加速二，其实这样就够了啦，有力量加速，然后一个抗性，一个回血 ，OK， 完美。有玻璃耶，那可以现场合哎。铁轨，我还要活塞跟 TNT， 他们看不看得到啊？只能知道他们看到铁巨人啊，我才能把他引下去。怎么感觉力量二没有力量二的感觉啊？
我晚点应该会玩一款游戏，那个是新的类型，新的爬塔游戏，就是跟之前那个卡牌很像，不过它是动作类游戏。现在Steam好像是3月10号出的，所以是新游戏，应该赶快来玩一波。我总记得以前力量二是我一刀就死啊，还是我要喝药水啊？是这样吗？我要喝药水是不是？是这样子吗？那个是 D God， 哎，好像是哦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就是每一关结束后就会叫你选个东西，然后去闯关。所以我等下应该来玩那个，很难哦，没关系啊，就来玩啊。小圆安，怎么还没升怪啊？然后之前有人跟我讲说，他的刷怪卡里面啊，都会升金剑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？金剑是要用打的才会获得哎、欸。他说有啊，他的就是很有效率啊，他会喷金剑给他。我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然后后来我就只去看他的那个租人塔的时候，我就全程都看着。我说你不能打哦，就一路下来都没有金剑，然后说奇怪怎么会这样？我之前挂就有，我说你一定有打到他好不好？我说没有，我没有打，我就跟你讲说一定有吼，因为我跟他讲装备啊、剑啊那种东西，一定要玩家打才会有，自然衰落不会有。他说哦，那可能是有人给我偷打吧。我说好，你再掰啊，你继续掰，你就会掰啊。刚刚没跳通知，没事啊。这边还是有点恐怖哎、欸，我一下啊。喂。奥鲁之后会盖一个那个租人塔，应该会在上面，然后应该画面会很好笑，就每个都租人都会往前走。要干嘛？哦，不是哦，我刚身上有地狱石，我干嘛要去用？嗯，还要再一个。不行，这样猪人会走上来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顶多啊，补这里啦，这样猪人就不会上来了。OK， 下去。YUNA 安安，好，不会英文真的是很差劲耶，我觉得啦，英文都不会念啊，哎，我好差劲，
其实我觉得英文我有进步很多呢，只是你们不是早期兔崽子的话，应该不觉得。我是早期兔崽子，觉得哇，繁星你英文变强了哎！我看这么多，就你，每次都是你。他应该有个附魔叫做软泥杀手啊，杀了之后就不会再生软泥，有没有？都有节制克星、不死克星，要有软泥克星啊！那一下挥下去，让他不会再生软泥。不然一直分裂好烦哦。等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，或者是你这下挥下去是直接可以掠夺很多软泥，然后但不会再生，哇，完美！你看一个一个打，烦死了。后来轻松生存不是有成就是要那个吗？化石。我想说化石，我只印象里面就是骨块啊。然后哦，对，那就是骨块了。原来骨块就是一整个骨头会埋在地底下。那时候想说，靠，化石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只印象 Michael 有新增骨块。软泥杀手的。哦、我本来去年暑假嘛，那泰亚瑞亚有更新一次，说什么有兔子的，不知道是风筝还是气球。那时候本来就是想回国玩，可是一直等不到它更新。喂，我知道。做个力量药水来喝啊！等一下哦，这个有点危险呢。个人觉得啊，有点危险。加补强一下哈。这个啊，走这个应该还 OK。那我泰阿瑞亚也很喜欢用那个啊。史莱姆粘液当建材，水蓝色的好看。好像要做最后一次更新了，哦，之后都不会更新了吗？好吧，可惜。可惜了。